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风火轮第74集。我们将介绍的是 Darling 推出的 Alphas 电动概念车。好，我们就来开箱吧。然后整体的车型看起来非常的科技感，然后前面这一直线这个 LED 日行灯，然后印着 Darling 的字样，然后这台车门是向上式的欧意式开门。然后后车灯也做得非常有科技感。然后上面是做这个全景式的天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 Darling 的 Alphas 电动概念超跑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